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皇帝，我点票你永远看不腻。各位，今天这一局啊，是皇帝我在开加班台的时候打的。阿娘喂，我只能说，直播上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个实况组要拯救世界到底有多困难，到底有多心累。然后我今天开加班台啊，输了就要加时间，所以这一场有着不能输的理由。但是你看看我的队友，真的是看得会吐血那一种，可以说是今年的下半年我觉得最靠北的一场。那各位就可以继续把影片看下去，就知道我这一场到底有多么的绝望。没有错，可以用绝望来形容。如果各位喜欢的影片，也别忘记追踪我的 IG， 可以按赞订阅我。为什么现在皇帝我会讲话好像有点口急，讲话有点不清楚，有点打结？因为我已经得去直播三天了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一下。那如果各位就是对影片马上开始 ，Let's go。这一局我们凯撒路有点危险，如果是安格列的话，这一局玩雅莲有一点硬哦。好，这一局对面的这阵容，我要选哪一个凯撒路啊？真的是有点难搞，但有一个最稳的夜叉，夜叉王来了。聊天室准备起立了，你们不要怀疑啊！对面名字叫小皇帝啊，对面的艾罗名字叫小皇帝，不自量力。我跟你讲，我夜叉会秀烂他们啊！你又不是海牛，讲这什么话？回防基地，这局他妈我觉得比海牛还秀啊！各位睁大眼睛看清楚，我对线谁啊？艾罗，没问题，轻轻松松。全军出击！我们这一局如果赢了 MVP 转两次，输了败方最后一名，我们也输了转两次。OK， 我要想办法减到16分钟。小心敌方在草丛，小心敌方在草丛埋伏。OK， 稳扎稳打，不用怕。我玩夜叉是稳的啦，好不好？我玩夜叉是稳的。这一局戏拿小心，哦，完了，这个他妈一分三十秒还站那么前面，根本就找死。啊，你有网包在这边干嘛？皇帝说我的书怪怪的。别打别打，这个时候不能打，不能打的。不要闹啊！我怎么感觉我的队友有眼缘啊？可以。我方魔龙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哦呀，为什么我打输啊？可恶，这河蟹太会走位了吧？我方魔龙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当路感觉一直被打，一直被贯穿呢。哎，移掉一个人的闪现。An ally has been defeated. Enemy double kill. 哇，刚刚安格列就没收掉，有点可惜。有达人感觉是。难道会有打的然后不是的吗？在开什么玩笑？我方魔龙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，就绪。看，这守不住了。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哦。干，这图伦也太痛了吧！他这伤害太高了吧！然后这奇尔来送头，哎，我的发！
这期有没有来下路帮过一次，然后来就送头？完蛋了吧！安格烈直接把我们魔龙路炸烂，我们的射手140，然后这个辅助根本就是他们故意的。绑住，绑住！稳住啊，稳住啊！快点，别太冲！完了啊！为什么对面感觉他妈都很强？我的队友他妈傻小。不是，你怎么会走那里呀、啊？我的队友是演员呢、欸。来了，来找我，来找我。请求帮助。幸好我走位超强。拜托一下，拜托一下！干！提尔，提尔，你在冲啥小？啊！干你娘！这提尔是啥小啊？队友加油啊！不要再搞了啊！斩榜细节可以吧，各位？我刚刚这个斩榜可以吧？可以刷六吗？可以刷六吗？我觉得超有资格。我刚刚这斩榜超有资格，请你们刷六。关键斩榜可以什么啊？你好好打就好了，真可以，可恶。这个夜叉要拯救世界了吗？漂亮！各位看清楚，这个夜叉堪比海牛的夜叉要来拯救世界了。上空魔龙已被击败。我瞬移快好了，我瞬移好的时候就可以拯救世界。眼里只有那个中路或者是那个射手。我是鬼啊！我这鬼之操作，你们还想叫我加班？正义魔龙路兵线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开始撤退，正义魔龙路兵线。干！不要送！队友在冲三小啊！我一个人在拯救世界，我是说真的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！他们要推下路，下路守住，下路守住，他们要推下。我推上，我推上。敌人消失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稳住，稳住！你们下路兵线怎么这样还守不住？你们四个人守哎、欸。他们四个人守一路守不住哎、欸，看你妈！你好好看你的屁吧你！别打别打别打哦！现在安格烈没大招没瞬移哦，别打哦，稳住就好，不要让他们吃就好。我带上我带上。兵线清掉就好。他们在吃，他们在吃。魔神凯撒已被击败。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！怎么会输啊？哦，干完了。开始撤退。守住就好，守住就赢。开始撤退。
哦，我已经很驚了哦，很驚了哦。啊！我说真的，我已经很极限了啦，我的队友再不振作，我也救不了，神来就救不了了啦。我刚刚其实差点可以收，不是你绑那个，奇尔你丢哪？哦，哇这，哇，我的队友完了。哦，幸好幸好幸好，又收掉一个 ，OK OK。下路要守住，主要是下路。下路一定要守住啊！下路没守住，我们就不用玩了。感觉小兵打不死哎、欸！官方把改一下，硬到靠腰，怎么还有啊？哇，这怎么打、啊？我方基地正在被攻击，这怎么打、啊？是我问题吗？哎，败方 MVP 优异补偿心，这不能转转盘吧？一分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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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分钟。老天有眼啊！大家，你们要知道，是老天也是有眼的啊！只加一分钟。OK， 各位，那你们可以看到这一场啊，皇帝用生命在打，还是抵破队友的雷啊！皇帝我开加班台，输一场要加十分钟的时间。Holy shit， 我超认真打哎、欸！皇帝我一个人凭一己之力已经很努力了。我说实在话，团队游戏就是这样，有老鼠屎，团队基本上就等死了。没办法，人类就是这样群体生物嘛。那为什么打炮是单独而不是群体呢？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好不好？我不是这么色的人 ，OK？ 那今天呢，就是特别记录这场让皇帝我觉得很靠北的一局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。如果各位喜欢，记得订阅我，大家想要的那一点，也不用去动动 IG。谢谢啦，皇帝，我的影片你永远看不腻。那我们下部见啦，大家拜拜。